余德成在今年5月正式离开无线之后，除了转型做 YouTuber 之外，又分别在 Loud TV、View TV 和商台主持节目，工作接踵而来。他10号和蔡思布相约一起去看黄子华和潘灿良的最后礼物。虽然不再是同事关系，但依然非常之老友，还取笑对方说：小姐你边位？而蔡思布亦都不甘示弱地反击：你不懂美。